窗体顶端，《水龙吟》的导演陈宙飞之前拍过《夏花》，《少年白马醉春风》，其中第一部已经完结了，口碑不错，拿到了七分以上的评分。《少年白马醉春风》还尚未开播，好像前几个月才官宣。导演水平不知道怎么样，但是男主角罗云熙却是超级厉害的古装小生，此前就有很多代表作品，比如说《香蜜沉沉烬如霜》。 剧中的各种镜头都很绝，即便是死亡角度也能够抵挡。这部剧大概是他的颜值巅峰，而后长月烬明中的复杂的人设更不是任何人能够演得出来的。前面被各种虐待，后期渴望爱而又不信爱。武侠剧一直是国产剧的重要类型，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能展现出中国特色的风情和人物。近年来，随着观众的口味越来越高。 武侠剧的制作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在保持经典元素的同时，创造出新的亮点和看点，成为了武侠剧的关键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备受期待的武侠剧《水龙吟》即将开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部剧改编自藤萍的小说《千劫梅，剧情主要围绕男主的成长和江湖纷争展开。 男主演员罗云熙具有高人气和出色的演技，是当下最受欢迎的小生之一。首先，剧情方面，《水龙吟》是一部兼具武侠和爱情的剧集，讲述了男主角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代武林盟主的故事，以及他与两位女主角的感情纠葛。男主的身世之谜、江湖的恩怨情仇，以及三人的爱恨情仇，都是剧情的重要推动力。 原著小说《千劫梅是一部口碑和人气都很高的作品，被誉为是近年来最好的武侠小说之一。小说的作者藤平也是一位资深的武侠迷，对武侠的理解和创作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风格。据悉，剧本的改编也得到了藤平的亲自参与和指导，保证了剧情的质量和忠于原著的程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水龙吟》的剧情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武侠盛宴。 其次，演员方面，《水龙吟》的主演都是实力和颜值兼具的明星，他们的演技和人气都能为剧集增色不少。罗云熙作为男主角，是一位有着超高人气和演技的小生，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热议和关注。作为罗云熙继《长月烬明》后的又一部古装剧，且还是武侠题材，《水龙吟》自然也就成为了大众所关注的焦点。 再说英雄，谁是英雄？莲花楼等武侠剧，在这两年的大放异彩，同题材的《水龙吟》无疑将是下一部有望出圈的武侠大作。已经确定出演该剧男主的罗云熙，有着非常帅气的外形条件，演技实力也是同期小生中的佼佼者，在古装剧中的表现尤为的出色。早先成名之作《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润玉，再到《长月烬明的》的澹台烬。 罗云熙不仅古装造型非常的上镜，而且在对于角色的把握和呈现上也是十分的出色。此番再度出演武侠剧中的男主，罗云熙的表现无疑又会非常优秀，值得大家好好期待一番。众所周知，《水龙吟》是一部标准的大男主剧，其中的女主相关戏份并不多，但即便是香编女主，也仍旧吸引了众多小花的关注。 而其中参照豆瓣等主流网站的信息，其中以下的四位高颜值小花在基本确定出演后，也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和惊喜。此前暂定的女主其实一直都是李一桐，豆瓣上标注的也是她。作为同期小花中颜值演技兼备的佼佼者，古装造型也足够出挑的李一桐，与罗云熙的组合可谓是充满着无限可能。男俊女美非常登对的同时。 整体的竞争力也是足够，但随着李一桐在近期正式进组了《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或至少得在剧组里待到年底，这与暂定十一月中下旬开拍的《水龙吟》显然存在着档期的冲突，因此李一桐退出或已经是必然的事。在李一桐或不再出演后，《水龙吟》的女主目前则是虚位以待的状态，虽然一度有娜扎等多位小花将要接棒的消息。 但最终也是没有了下文。第一位就是林允，作为目前暂定的女主，五官甜美、气质清新的林允，尤其是在《梦华录》《不完美受害人》等剧的沉淀和提升之下，所具备的实力还是能很好诠释角色的。与罗云熙的组合，整体的 CP 感也在线，算是一对竞争力非常足的组合。第二位则是陈瑶，作为公认的甜美系美女。 陈瑶的发展虽然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出众的颜值、出挑的身材以及古装造型，还有得到了观众认可的超强演技，仍旧让陈瑶有着极强的抗拒能力。陈瑶则是在《无心法师》中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她的可爱和灵动也让人期待她在《水龙吟》中的表现。两位女主的风格迥异，但都有着各自的魅力，相信她们能够和罗云熙擦出火花。 这次若能出演《水龙吟》，陈瑶的表现必定是最大的亮点之一。第三位则是包上恩，虽然才出道不久，但颜值出众的包上恩却是已经在多部热门作品里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也是在近期被传出将成为《水龙吟》女主，但大概率将会是女三的身份参演。包上恩有着非常出众的颜值，古装造型非常的出挑。 在九月的口碑佳作《装腔启示录》中，包上恩就有着非常亮眼的发挥。此番若能联手罗云熙，无疑让人非常惊喜。在合作诚意的英雄志中，也展现出了对古装的极高驾驭度。有他的参演，也是为再度提升了整部剧的颜值竞争力。包恩上人称小木婷婷，长相清纯甜美，灵动又不失可爱，古装扮相更是惊艳。 尤其是在《花朝秋月夜》中的精彩表现，真是圈粉无数啊！第四位就是孙珍妮，凭借着《长月烬明》中翩然一角，也是让这位零零后小花彻底打开了知名度。灵动绝美的古装，科班出身所具备的扎实演技，已然是新晋的古装女神。此番若能再度解锁武侠剧中的侠女角色，对于孙珍妮来说，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除此以外， 近两年在古装剧中大放异彩的肖顺尧和于承恩两位高颜值的人气小生，或也将参演该剧。这两位都有着非常出众的外形条件，而且在各自主演的剧集中，也都有着非常亮眼的发挥。尤其是肖顺尧，在《莲花楼》中的笛飞声一角，可以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他的助阵，也是能让《水龙吟》的男主阵容变得更为强劲。由此可见。 罗云熙的这部新剧《水龙吟》，阵容上的配置可谓是非常的雄厚，尤其是女主阵容中的四位小花，可以说个个都是古装美女，在颜值即正义的古装剧法则中，已然是占尽了先机。整个阵容在颜值上无疑堪称古装天花板。当然了，随着《水龙吟》的开拍进程不断推进，我们后续也能得到更多的剧集信息。若真是以上的这套阵容主演， 那《水龙吟》无疑就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古装剧。